我是一个圆娃娃，我最喜欢滚呀滚，咕噜咕噜咕噜噜噜噜，咕噜咕噜咕噜噜。我是一个方娃娃，我最喜欢翻呀翻，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，哎呦哎呦哎呦呦。我是玩这个了，上去下来，上去下来。什么？上去，下来，上去下来，那是什么呀？跷跷板。答对了，就是跷跷板。那我们一起来拼跷跷板吧。首先，我们来拼最上面的这两个形状。小嘟嘟知道。是跷跷板的扶手，对对对。那你们来看看，该用哪一个形状拼扶手呢？是这个方形吗？不是。那是这个圆形吗？长方形吗？对，就是这个。快把另一只扶手也拼上去吧。哇，你们太棒了！接下来我们要拼中间的平衡板了。平衡板是什么形状的呢？是长方形。嗯，没错，快来拼吧。长方形，这里有两个长方形啊，该用哪一个呢？你们可以试一试。好，先试试这个吧。这个太短了，嘿嘿，那一定是这个了。对，就是这个。太棒了，又拼好了一个。现在我们要拼跷跷板的支架了。谁知道跷跷板的支架是什么形状的呢？是三角形。答对了。你们再来看一看，这三个形状里哪一个是三角形呢？托托知道，是这个。嗯，真棒，那快把三角形拼上去吧。喂，哈哈，跷跷板拼好啦。来吧，大家一起来，大家一起来。
好多动物朋友要和我们一起玩呢。快看，来了一只小兔子。小兔子，快来一起玩吧。小狗，你好。快来一起玩。小朋友，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小猴子。哦，对了，是小猴子。哦。Thank you.
有两只乌龟。小兔子，小朋友，快来找一找小兔子藏在哪顶帽子下面呢？在这里。帽子要变换位置了，你还能找到小兔子吗？注意，帽子又要变换位置了，这次你还能找到小兔子吗？在这里。Thank you.
嘟嘟的小猪最可爱了。哎，小嘟嘟，你看有几只小猪呢？小朋友，快点快点，和小嘟嘟一起来数一数吧。仔细看一看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再一起来数一数吧。哦，它在哪呢？啊，哈哈，在妈妈。我们一起来数一数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。哇，太好了，小嘟嘟一共有。红果果一起来学这首儿歌吧。好。小猪吃得饱饱，小猪吃得饱饱，闭上眼睛睡觉，闭上眼睛睡觉，大耳朵在扇扇，大耳朵在扇扇，小尾巴在摇摇，小尾巴在摇摇，呼噜噜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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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呼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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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尾巴在摇摇，呼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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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尾巴在摇摇。哇，太棒了，小嘟嘟学会了。那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儿歌吧。好。